所以耶稣是谁，不是你以为，根本是个古人与我无干，就把他撇之而不顾，永远不去睬他，那种谣言完全无相干的事物的人物。耶稣是谁，其实就是我们生命中间每时每刻每一个我们生命的角度，我们生命的层次中间，不能缺乏那个真正的意义的价值所在，真正的动力的基础，真正存在的原因，那叫做道。这几个晚上是不够我把这个道讲清楚的。你们如果是付了20000块台币的学费，我相信你每天一定来，就因为给你免费，所以你要来就来，不来就不来，最好买一个录音带，连来都不必来。现在的人已经败坏到这个地步，孔子翻山越岭到老子那边，所以要求知的就是一个字，道。今天道传到你们中间来，布道团还要花600万租这个地方，你们空着这座椅子，这叫做台北。如果照我的个性呢，我已经灰心失志不来台北了。我来了300次，你们对我的聚会不尊重，你们不珍惜。我在印尼可以一个晚上对几万人讲道，那我因为里面流着中国人的血，流着福建人的血，流着跟台湾人同种的血，所以我要来。我盼望你们好好听，好好想，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无关紧要，这些东西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根基，是我们人生意义价值的所在，甚至是我们永恒的根源，以及我们以后盼望的真正的基因。